如果你跟我一样在乎自己的形象的话，这边建议你去 Abundant Glory 买一件衣服。 Abundant Glory 是一间基督徒的公司，专门使用高级的面料帮助教会还有敬拜团，不只是 T-shirt 啊，还有什么那个武旗啊，那些东西，他们使用特殊的印花方式来让很一般的印花更有特色。我今天穿的就是他们其中一款，真的穿起来非常舒服。想要同款商品，现在就可以去 abundantglory.com 购买他们的衣服，不但可以帮助一间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购买金额的 10% 也会来支持 AI News 继续传达正确的价值观。购买时使用折扣码 AI News 也会同时享有 5% off 的优惠。现在就去 Abundant Glory 购买他们的衣服吧。他们遇到人生当中所有的问题的方法，就是把那些小孩杀了就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对于反对堕胎人士最常问的问题。以下是左派神经病的节目 The Young Turk 年轻的土耳其人的节目片段。 We don't even have paid family leave. We don't even have affordable child care in this freaking country. Okay, and the people who fight against those kinds of laws are Republicans. And yet, what do you want them to do with their kids when they have to go to work? What do you want them to do? What do you want them to do? I want them to answer that freaking question. Answer the question. Journalists, ask them the question. Ask them. Ask them. Isn't it amazing? Ask them the goddamn question. God. 来，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些他们觉得无解的问题。OK。母亲应该要怎么对她的小孩？答案就是养他们啊，教育他们啊。这些母亲要去上班的话怎么办？对，那我们就应该要努力改变现在的工作还有薪水的制度跟比例啊，让一个人的薪水可以养活一个家庭啊。我们的社会，全世界在70年代以前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是双薪家庭，但是还是养不起一个家？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社会，电力公司觉得说啊，大家都双薪啦，我们就可以把这东西卖的变贵一点啊，这样反正大家都双薪了嘛，我就可以少付我的员工一些钱啊。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在二战之后，女人可以出去外面工作的时候，反而贫富差距会变大？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系被重组成两份薪水都养不好一个家？我们要做就是改变这一切，不是吗？然后他们说啊，单亲家庭嘞。回答就是，我们可以不提倡离婚啊，我们要重新注入婚姻的神圣性啊，我们要提倡婚姻，而且正常的婚姻啊。他们会说啊，我就是没钱养小孩啊，我就是没时间养小孩啊，你可以把你的小孩给别人领养啊，你什么都可以做，各式各样的选择，但是你选择要杀掉你的小孩，你脑子有问题吗？有各式各样的选择跟服务，但是他们这群人就是要杀人，逃避问题，然后再合理化他们杀人的这个行动，这些动机。这个就是社会变得有多变态，这就是美国现在变得有多像其他国家。但是美国还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是跟我一样，是愿意为了正义而战，为了生命而战，为了政治而战，为了无法保护自己，无法为自己发声的那群婴儿而战的一群人。